令其动怒。哥哥，我们走。哈哈，好，今日让俺铁牛杀个痛快吧！哈哈，杀！是惊慌，不知从哪杀出两路步兵，直冲我中军。元帅，是不是我们要回兵啊？大胆！我大军怎能轻易回兵？元帅，末将带兵抵挡，不必担心。好，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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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此处观战，我亲自带领将士们前去迎敌。哥哥尽管去战，万事小心。撤！撤！虎将何在？大刀关胜在，豹子头林冲在，双鞭呼延灼在，敌人我秦明在，会见张清越王。好，擂鼓助威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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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准的，俺刚一到此地，你又是请俺吃饭，又是给俺许多银两，俺又不是你爹，作何如此孝顺呢？啊！大人，大人，那个此人呐是当地的首富，今天也是给大人来接风的。这些银子是为了孝敬大人，还指望大人日后多多庇护啊，多多庇护。你可是当地的首富啊？是是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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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家中的银两一定是多如牛毛啊！那你怎地用如此少的银两来糊弄爷爷呀？这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哦，快！这还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你们那几个也是来送银两的吧？啊，别藏着掖着了，统统拿来！快快拿上来！快快拿来！拿来！好好好！哎呀，好，好！哎呀！这是多少银两啊？好汉爷，这一共是1700两白银。难怪都喜欢当官儿，有这许多好处，谁不喜欢呢？瞧你那个鸟样啊，见着银子比见着亲娘还亲呢！你将来必定是个贪官，爷爷应该再赏你50大板，让你长个记性，日后好做个清官。好汉爷饶命！好汉爷饶命啊！好汉爷，这些银子都是好汉您所拿，并非下官所取呀。这当然是啊。闲话少说，过来给俺捶捶腿。用点力，俺腿上肉多，你没吃饭呢。这就对了。还是当官好啊。时候走我也不知道啊，呀，在这，他在这，这没办法呀，山爷。那个师爷，你过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俺来问你，为何等了这许久时辰，都不见一个来告状的？自大人做了县令以来，治下百姓安居乐业呀。哎呀，无人犯事，这真是可喜可贺呀。放屁！定是你平日欺压良善，所以才没人来告状。哎呦，冤枉啊，大人呐！我等一直不都听命于您吗？何曾欺压过百姓啊？爷爷衔出个鸟来了，出去走走逛逛。哪来的叫花子？来人呐，给我轰走！走走走走，轰走！住手！好好你！你个鸟人！去！老人家，他还真打呀！快快请起！哼！你们两个鸟蛋，过来！快快快！这
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就敢欺压百姓啊？啊！来人呐，把这俩人拖进衙门，每人打50大板。你们都聋了，没听见俺说话呀？听见了。脱呀！快脱啊！快！脱！快！这老人家，伤着没有啊？老身无碍，谢谢大人。那慢走啊！谢谢大人。哥哥，你只顾自己的肚子，你可曾想过，百姓的肚子也是空空荡荡啊？哥哥一层，也有父母兄弟吧？你可曾忍心见到他们，忍饥挨饿，受苦受冻啊？哎，小雨就想，等招安之后，谋上一官半职，方能为百姓谋福谋利。于那灾荒之时，开仓放粮。哎，跟他什么事儿都可以开仓放粮啊！谢谢大人，大人，好，谢谢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哎呀，说你呢，好好好。哎，不要急，你们在这愣着做甚？一起发嘛！听到呀，发兵，别急啊！哎，你拦着人家做甚呢？滚一边去！来来来来来，乡亲们！哎呀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今日俺开仓放粮啊，大家都吃饱了，有了精神，只管到衙门来告状啊！青天大老爷，小民冤枉啊！青天大老爷给小民做主啊！求求大人了，求求大人了！老人家啊，俺正闲闷的发慌，你来的正好，有何冤情，只管讲来啊！升堂。咱们来个痛快的啊！老人家，你要告谁呀？小人要告那张员外。他把你怎么了？小民只有2亩良地，怎奈被张员外看中，他指使人来买，小民不肯，他便指使家丁夺了小民的地契，把小民打得半死，求大人给小民做主啊！大胆！来人呐，把那张员外给我抓来！小民见过大人，大人今日可好？跪下！这，来问案，你一进门就来套近乎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来人呐，先赏他20把子。啊！哎，大人息怒，小民要告案。你怎的也要告案呐？你告谁呀？哦，小民有状纸呈上。请大人过目。俺不看，你自己说吧。大人，您还是看一眼的好。哎呀，大人，张员外有状纸呈上，我等哪有不收之礼？真是麻烦，拿过来吧。哎，是是。啊，有话便讲。啊，好，我要告着刘老头。你告他什么？我要告他偷盗之罪。他偷了你什么物事？啊，大人，他偷了我家地契一张。小民冤枉啊！小民冤枉啊！哎，老人家，莫要着急，莫要着急啊！哎。他来问你，这老汉可曾偷到手啊？哦，幸亏小人发现得早，这贼人他未曾得手。哦，那你打算怎地呀？哦，小人请大人做主，将这贼人收监，不日发配。呸！你以为俺这衙门是你家开的？你给我跪下！大人，你个屁呀你呀！啊，你收了我的好处，怎么能？哦。你是说这个？这些是你要送给俺的，啊？
俺又不傻，嘿嘿，人家白送俺银子，俺为啥不要啊？你给我跪下！哼，你说他偷了你的地契，没有偷到是吧？正是。哦，他既然没有偷到，俺又没有看见，那这个案子就不算了。哎，这是大人，少废话！现在这个老汉告你抢他四亩地契，你可认账啊？哎，大人，你休听他胡言，这明明只有两亩，何来四亩之说呀？啊，哈哈哈哈，那你这就是认了？这我啊，你诈我！诈你怎的？俺还要打你呢！这来呀、啊！先给我打他100大板，大人！哎，大人，此人打不得。为何打不得？这个张员外是知府的外戚。哼，他就是天王老子，俺要打，打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狠狠的打！是是，你拖出去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我一定会告你！打！哎呀！我大人，大人，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，谢谢青城堂老爷，谢谢青城堂老爷。好了好了，不用谢了啊！哎，乡亲们呐，啊，有冤的来伸冤，有仇的呢来报仇啊，都可以上俺这儿来告状啊！哈哈员外，可曾好点了？是呢，这许多银两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我怎生好法啊？哎呀，下官也不曾好过呀。日前只呵斥了一个乞婆，便无端挨了他一顿臭骂，好悬还挨了他的板子。哎呀，原本。见他收了银两，想必是我道中之人，怎料的竟有如此的手段呐！他断得好手段，我张某又岂是好欺负的？今日之事，定不能善罢甘休。大人到。哼，好你个寿章县令，见了本官竟不相迎。哎，你让开些，俺正在断案呢。大胆！你大胆！俺不烦你扰乱俺断案，你却没完没了了。来人呐，给我打他20大板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你们怎么了？啊！俺不嚷嚷两句，你们的懒病又犯了，给我打呀！哎呀，大人息怒，大人息怒，这位大人是知府，对，官高一级，谁人敢动啊？哼！啊！原来你的官比俺大呀，那就让你这一次，你找俺做甚啊？我来问你，日前张员外的案子可是你断的？是啊，哼，好个颠倒黑白、贪赃枉法的县令，就是竟敢收受他人银两，徇私舞弊！呸！俺断的那事一清二楚，那姓张的他也认了，你还带俺怎的？来人，带人犯！哼，你这狗官，肯定是收了银子。严刑逼供人家老人家，你这般狼心狗肺！来人呐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！好个自不量力的县令，你撕开粮仓，诬陷忠良，样样都是死罪！来呀，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哼，
左右爷爷也耍够了，这个狗屁县令，俺不当也罢。啊，你究竟是何人？爷爷便是梁山好汉韩旋风李逵，今日俺要替天行道，宰了你这狗官！救我！你这个狗贪官！还有那个不怕死的，来呀，来呀！饶命啊！你怕个鸟啊！啊，俺又不杀你啊！你该听好了，你要好生照顾那老汉，你要好生在此当你的县令。是，若让俺知道你行事有半点差错，哼，俺绝饶不了你。嗯，俺给百姓谋了福，还杀了一个贪官，这回哥哥不会怪俺了吧？哎呀，哥哥，俺前就回来了。啊，众位头领，众位头领好。你们这都怎么了？变成泥塑的了？还是肉身的？耳朵听不见啊？铁牛啊，你还敢回来？违抗军令，大闹东京，坏了我梁山坡的大事。来呀，把李逵推出去斩了！哎呀，哥哥，这斩不得呀，斩不得呀！哥哥，斩不得，俺是戴罪立功，立了功劳了。你立了什么功劳啊？前世小乙哥说远听，这当官的呢，不能只想着自己的肚皮，要为百姓谋福。俺前些日子在寿长县当了数日的县令，给百姓谋了福了。只恨这半路又杀出个贪官，嗨，俺这一击就把他给砍了。哥哥，俺这为百姓谋了福了，又杀了贪官，这还不算立功啊？你这厮竟然如此大胆，到处招惹是非。今日须饶不得你，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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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哥，哥哥，哥，不能砍呐！员外哥哥，主持哥哥，公孙哥哥，你们说句话呀，替俺求个情啊！哎呦！说呀，诸位头领说句话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哥哥，哎，哎，小乙哥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快跟众位哥哥说一说，夸夸铁牛啊！小乙，小乙有话但讲。哥哥，小乙下山去接铁牛，遇到了寿张县的县令，带着一众百姓来到梁山。啊！他们是想请哥哥，让铁牛下梁山回到寿张。此时这些人都在门外等着呢。哥哥，自从铁牛开仓放粮之后，原先的官吏就不知去向了。铁牛粗中带细，分得清青红皂白。他秉公断案，不畏权贵，敢打敢杀，所以救得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此次铁牛走脱，百姓实为不舍，寿张县的县令也自叹不如，于是带着百姓舍了寿章，来到梁山。现在何处？就在门外。如此说来，铁牛，小乙所言可是事实？真的，千真万确呀！
李逵听令。大人，今日有寿张百姓替你求情，暂且饶了你这一次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自今日起，罚你一个月不许吃酒。哎，谢哥哥，不要舔就这个头了。员外，军师公孙先生，众位兄弟，随我一同到外面去见见寿张的百姓。李逵带路。哎，哥哥，走。众卿平身，谢皇上。有本早奏，无本退朝。圣上，臣有本上奏。爱卿，有什么事啊？圣上，这些天各州府都有表文上奏，全是上报宋江所率领的梁山贼寇进攻州府、掠夺国库的事情。宋江等人贪得无厌，所到之处滥杀大宋军民，如不早日剿灭，必成大患。这帮梁山贼寇，上次元宵节大闹东京城不说，这次又在各地州府犯上作乱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圣上，以微臣之意，速派兵征剿，断绝后患。圣上，微臣以为此举不妥。苏爱卿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圣上，现在我大宋虽然可以说是国泰民安，但是仍然还有一些战事正在进行，如果此时还要派兵征剿梁山，一定会使百姓再受战乱之苦。况且我听说梁山上现在竖起一面大旗，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，这个天就是指的圣上您呐。替天行道，国有此事？是啊，圣上，我听说梁山上宋江等人一直都有接受朝廷的招安，报效皇上的心愿。微臣以为现在圣上可以派出一名大臣降下一道招安的圣旨，这样既可以平定梁山的祸患，向天下的百姓昭示您大宋皇帝的宽厚，又可以使梁山众人为朝廷效力，再去平定其他地方的叛乱，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办法呀。苏爱卿，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啊。圣上，绝不能这样，如将梁山贼寇招到朝廷里，简直是一狼入室。哼，高太尉严重了。据我所知，梁山上许多人过去曾经在朝廷中为官，只不过他们是为了逃避过去所犯下的一些过错，才暂时上了梁山落草为寇的。他们一直都有在为圣上效力的心愿。再者说，如果把他们招安到朝廷里，即使他们再生反叛之心，那也是在圣上您的掌控之中，总比把他们放在800里水泊中养虎为患的强啊。圣上。高爱卿不要说了，苏爱卿说的办法最简单可行，免得举兵征讨那么麻烦。可是这派谁去招安好呢？圣上，微臣举荐御前太尉陈宗善。陈爱卿。圣上，你愿意去梁山招安吗？圣上，臣愿意前往梁山，一定不辜负皇上之重托。好，陈爱卿，你就带招安诏书一道，御酒食坛，前去梁山招安吧。
臣领旨，退朝。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啊，不知太师深夜召唤下官前来，有何要事相告？坐，坐下说话。好，陈太尉啊。啊，太师，知道老夫叫你来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下官并不知道，还希望太师当面指教。啊，今天在朝堂之上，圣上下旨，让你去梁山招安，啊，责任重大呀。嗯，我想问问你，你想用什么方法来使这些贼寇顺从朝廷的旨意呢？啊，太师，首先下官想用好言相劝，其次以礼相待，一定不会辱没皇上之重托。哎，如果你用这种办法去做呀，你一定不会完成皇上给你的使命，辱没了朝廷的法统啊。啊，下官考虑确实不够周全，还请太师多多赐教。嗯，梁山贼寇野蛮成性，只能高压不能低就，如果一味迁就他们，那就辱没了朝廷的纲纪，乱了国家法统啊。啊，太师所言极是。嗯，你呀，这次去梁山一定不要忘了自己是天朝派去的使节，要保持自己的威严，懂吗？啊，下官明白。张干办，大人有何吩咐？啊，这是张干办。啊，好。我想派他随你一同去，他呀深懂法度，如果你有什么疏忽和一时不周全的，他可以在一边提醒提醒你呀。啊，那下官多谢恩相。何人在门外？哎，军师。哎，各位兄弟这么晚了来我这里有什么事？来，坐下说话。是一个一个都是干净利落的爽快汉子，今日怎么都扭扭捏捏像个大姑娘？你们不说，那洒家来说。军师，这公孙道长和戴院长此次前往京城，不会是为了招安之事前去游说吧？对，就是为了招安之事。过得好好的日子，招什么安呢？那依刘唐兄弟的意思，不招安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那什么走不走的？就在这梁山上，天天大块吃肉，大碗吃酒，多好啊！对呀。嗯，这样虽然是天天快活了，
可却挡不住官兵的围剿，更丢不掉世世代代是贼寇的名声。可是军师，如今的朝廷奸臣当道，就算我们受诏招安进了朝廷，也没有什么好下场的。是啊，军师，武松兄弟和俺那以前都在朝廷下面当过小官吏，正因为看不惯那些小人的丑恶嘴脸，才上山落了草。这难不成这兜了一大圈，又要和那些小人为伍不成呢？在朝廷里看那些小人的嘴脸，受他们的气呀，还不如回石碣村捕鱼来得快活哟。军师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周兄弟不要着急，公明兄长也是为了梁山的前途着想。怎么，军师也想被朝廷招安呢？这招安一事关系重大，既不能逞一时之强，也不能鼠目寸光。你我兄弟是想在梁山自由快活，可朝廷却视我等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如果不受招安，便是与朝廷为敌，必要杀个鱼死网破，方才有个结果。但我看宋朝气数未尽，我等虽可胜他一时，却赢不了一时，到头来只怕毁了梁山众兄弟的性命。原来你也想招安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们走。哎，刘唐兄弟，听军师把话说完嘛。我看这招安之事，既不能不做打算，但也不能强求。现如今，当今皇上被朝中奸臣蒙蔽了双眼，真的以为我梁山好汉是一群贼寇？如果是这样被招安，必不会有好结果。军师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等静观其变。只要众兄弟信得过我，倒是可以依照我的计策见机行事。好，那我们就都听军师的。全听军师说的。众位兄弟，今日朝廷派陈太尉前来我梁山招安，给了我等一个下安黎民、上报皇恩的机会。我等一定要按礼数行事，万不可违了法度，辱没了我梁山的威名。诸武兄弟，王英、扈三娘听令。在，命你二人备五色绢绸，堂上堂下搭彩悬花。得令。得令。宋清、曹正听令。在。在。在。命你二人大摆筵席，款待钦差。得令。萧让、花荣听令。在。在。命你二人于山下二十里处扶道相迎钦差。得令。得令。阮氏兄弟听令。在。命你兄弟三人准备船只，于水泊之上迎接钦差。是。是。余下众位头领随宋江一同前往金沙滩恭迎钦差。得令。得令。得令。贼人本来就该死，着什么安呢？如今还敢侵犯钦差。陈大人请回吧。哎，俺家哥哥让俺恭迎的是陈钦差陈宗善大人，你这次是谁啊？我说够了，耽误了圣上的重托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哦，这位好汉，请速速带我们上山，当面宣读诏书吧。哼，大人，请上船吧。好。
这位大人，请坐这条船。为何呀？啊，大人不懂，这小船呢稳当，一样能上得了大船。哎，请上船。哼，喂，哎，二成那个，我们还没上船呢。划过来。哎，二成那个，说你呢，让他把船划过来，听见没有？划过来呀，快划过来！哎，我说你。开船！快点开船！开船！你听见没有？你快开！你快划！听见没有？开船！你听见没有？这他们怎么都下去了？这怎么办呢？现在怎么办啊？哎，二成那个，你把船划过来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把船划过来，快点！大人叫我呢。啊，他们怎么都跳下去了？你拿着鞭子抽俺兄弟，他们不跳下去，你让他们傻呀？啊，这，你给我过来，快过来！哎，就过来！这船漏水了，过来！漏水了，漏水了！哎，兄弟们，别误了咱大哥的事儿，赏他们一条船。好，好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谢谢好汉们。哎，这真是，快过来！哎呦，哎，呦，哎呦！游过来呀！如何，高官？俺们梁山泊的水好喝吗？哎呦，好汉爷呀，你快救救他吧！真丧气！二位大人，招待不周，多多保重啊！你们这帮子，哎呀！二位大人，后会有期喽！哎，我说兄弟们，你说这皇帝老儿的御酒，到底什么滋味啊？是啊，我们也没喝过呀。要不然，咱们开开一坛，尝尝。好啊，好啊。面小离宋江，罪恶滔天，委屈了大人亲自来梁山，接待的不周，还望大人见谅。宋头领说的哪里话呀？快点，稳当点。只希望宋头领和其他众头领以后能感念圣上，精忠报国呀！我等一定不会辜负皇上的错爱。宋江，谁是宋江啊？哎，去吧去！谁是宋江啊？你们，你们，在下就是宋江。你就是宋江啊？朝廷派我们来招安你们啊？是啊。哎呀，你们竟然用这种漏了水的破船和那些农夫贼寇来接我们呢？说说这位大人，我这里有的是好船，怎么可能用一艘破船去载大人呢？你看看，
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啊，你还怎么说？来啊，带大人到旁边去更衣。哎，大人，这位大人，这边请。去，去去去！哎呀，陈大人，里边请，请，请。这便是忠义堂，正是。太尉请。太尉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太尉，这位是张青兄弟，失敬失敬，各位头领有礼了，请里面请。请，请。你干什么？请问你这把刀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高太尉所赐。啊！你敢拔刀？你还说不是来刺杀本官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林教头，先松手。林冲，卢员外。先送于后进厅里去吧。是。二位，请。走。林教头，那把刀什么来历？哥哥，你有所不知啊。高俅老贼当年陷害我，让我带刀入白虎堂，正是这把刀。哦。哥哥，林教头家破人亡，就是因为此刀而起。这次招安，他们竟然把这把刀带来了，分明是不安好心。对，他们什么时候有心的？就是不安好心嘛。钟家兄弟，这件事情，宋江心中有数了。哥哥，走吧。萧让何在？在。叫点头领名录。是。梁山泊108位兄弟听点名。入云龙公孙胜在。双边将呼延灼在。大刀关胜在。霹雳火秦明在。双枪将董平在。豹子头林冲在。小李广花荣在。来兄弟们，吃酒吃酒。来西，快来点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老哥，自个儿来点。哎，好好好。哎呀，换了哥哥大事。都别吃了，都别吃了。七爷，兄弟们，怎么了？七爷，快点开车回山。哎，总共剩几坛酒了？还剩下三坛酒。三坛酒啊。哎，不管了，去，全部给我灌上湖水，快走。好，回山。好，来来来，菜，铁臂膊蔡福，翠儿，神医安道全在，众剑虎丁德孙在，催命判官李立在。哥哥，除了阮小七在运送御酒，只有黑旋风李逵没到，其余众头领都已经来了。李逵，李逵何在？陈大人，请读诏书吧。好。你们这些贼寇，竟敢不跪，想造反呢？你说什么？
下来帮忙，快！是是是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呀，快！制曰：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武帝平礼乐而有疆风，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，事从舜逆，人有咸余，朕承祖宗之大业，开日月之光辉，普天率土。 罔不臣服，见维尔宋江等小聚山林，竭聚俊逸，本欲用章天讨，诚恐劳我生民，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，诏书到日，即将应有钱粮、军器、马匹、船只，幕下纳官。 拆毁巢穴，率领赴京，原免本罪。倘或仍昧良心，唯力召之，天兵一至，调趁不留，故兹召事，享宜之息。宣和三年，孟夏4月日召事。 陈大卫，莫要惊慌，莫要惊慌，啊！来呀，请御酒。御酒到！快快快快快，大哥，御酒来了。兄弟们，去取缸来。 宋头领，请。太尉请，爵士请。卢员外请。哎，哥哥，我帮你尝尝啊。哎，哥哥们，哎，小心别撒了。我帮你们尝尝吧。哈哈。 这什么鸟御酒啊？这明明是污水嘛！他奶奶的！师姐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！我来尝尝。呸！是啊。
你这狗官，拿污水当成御酒来哄骗我们！哼，假意招安，是欺我梁山无人吗？杀了他！我真的不知道。住手！兄弟们息怒，把刀都放下。我梁山泊不滥杀无辜，只杀贪官污吏。对对对对，这件事情一定是朝中奸臣所为。是是是，陈太尉定会在圣上面前还我梁山泊公道。定会还你们公道啊！各位好汉，卢员外，哥哥，先送陈太尉出去吧。大人，请。你这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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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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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陈太尉，不是宋江等人无心归降，实在是起草诏书的官员不知道我梁山兄弟的心意。诏书上字字句句都在责难我梁山，把我等说成是奸佞野蛮的小人。枉费了我梁山众兄弟的一番诚意啊。如果能用几句好话来安抚一下，我等一定会尽忠报国，万死不辞。还望太尉回到朝中，在圣上面前多替梁山众人美言几句。哎，宋头领啊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下官也不知能不能面见圣上了。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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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朝廷的颜面都给丢尽了，还说什么说？走走走走。太尉保重。宋头领，后会有期。告辞。快点！大哥，刀到手了。快去交给林教头，让他千万不要再生气了。好的。哥哥用心良苦啊。也被军师的话说中了。可是你们也太急了。虽然朝廷的诏书写得不明不白，但我等也需要有耐性啊。事情闹成这样，未必是坏事。招安之事不能强求，朝廷现在还不知道梁山好汉的厉害，应该让他们尝点苦头。朝廷定会派大军来征讨我梁山泊，我等要做好准备。马军准备好马匹。哥哥放心。步兵准备好军器。哥哥放心。水军准备好战船。是。要让朝廷领略一下我梁山泊的威风。哥哥说的没错。卢员外，火速派戴宗兄弟先下山去，在京城与公孙先生会合，探听消息，一旦有变速速报上山来。遵命。遵命。太师啊，您可得为小人们做主啊，要不是太师保佑，我们两个那可就得粉身碎骨在那梁山泊了呀。今天能够得以再见恩相，那实在是万幸啊。太师啊，你看看那帮贼寇把小的给打成这样，这不是在打小人的，这是
这是在打太尉和您呢。是啊，是啊。行了，行了，别哭哭啼啼了，朝廷颜面都被你们丢尽了，还不退下？是是，下官告辞，下官告辞。太师，梁山贼寇实在胆大妄为，竟敢撕毁诏书，泼洒御酒，私打朝廷命官，他们太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了。要叫他们死无全尸，万劫不复，才能解我们心头之恨。我堂堂大宋朝，怎么能让这帮贼寇来横行？哎，都是朝中那帮庸臣呐！哼，他们软弱无力，心存幻想，怎么样？自取其辱吧！太师，我们应该马上报告皇上，让皇上派兵剿灭那帮梁山贼寇。太师，对这群鸡鸣狗盗的草寇，太师不必过于担心。下官不才，愿率一支兵马亲自前往，不用多日便能扫平梁山。如果童枢密有心报效朝廷，知难而上，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。谢太师。童枢密如果有朝一日立下奇功，千万不能忘了太师的栽培啊。是是是，太尉放心，童贯莫齿不忘太师的提携。圣上，这次陈太尉前去梁山招安，不想梁山贼寇胆大妄为，撕毁诏书，砸烂御酒，私打朝廷命官，实在有辱我大宋国威啊。哼，有这样的事？那个陈宗善在哪儿？圣上，那陈宗善自己知道辱没使命，辜负了皇上的重托，他已然主动的去大理寺伏法了。哎，老臣一直不敢苟同招安的方法呀。那些个主张招安的人，是不是和梁山贼寇有些瓜葛呀？太师莫非是说下官与那梁山贼人有何瓜葛不成？老臣没有说你。哼，苏太尉你也太心急了吧。哼，为官一时便需替圣上排忧，为百姓解难，苏某自问无愧于心，与招安一事更是毫无半点私心。倒是太师你在那陈宗善前去招安之前夜，把他请到您的府上，不知道特别吩咐了些什么。苏太尉，大殿之上，太师岂用你这么污蔑？高太尉的手下想来很是清闲呐。不然的话，怎么会有时间陪着那陈宗善一同前去招安呢？你圣上英明，梁山上的人乃忠义之士，恐怕受不得委屈。陈宗善此次招安未成，想必另有隐情，请皇上明察。圣上明察，苏太尉他……好了好了好了，吵够了没有？朕不是想听你们吵架，眼下朕也不想治任何人的罪。朕是要问你们，有什么妙计去对付那帮梁山草寇？圣上，现在必须派兵去剿灭梁山贼寇，以绝后患。哎呀，那你们说，派什么人去清剿呢？圣上，这伙梁山贼寇在当地作乱很长时间了。他们是杂居乡里，盘根错节，必须派重军方能攻克。老臣建议，应该派枢密院的重要将官率领大军做好准备，一起前往征剿，方能稳操胜券。童枢密，你愿意领兵去征讨梁山草寇吗？圣上。圣上，古人有云：孝当竭力，忠则尽命。
微臣愿效犬马之劳，以除心腹之患。童爱卿，朕赐你金印兵符，调动大军，立刻启程，剿灭梁山贼人，绝不能辜负朕对你的托付。承蒙圣上厚爱，不剿灭梁山贼人，臣即笑死沙场。军师早来了，刚到而已。见哥哥在观林中景色，不敢贸然打扰。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，风吹叶动，不知是风的错还是叶子的错。依我看，必然是风的错。叶子当然是想安静地待在树上，可风未必知道叶子的想法。我知道李逵等人大闹忠义堂，全是你的计策，还望哥哥恕罪。小弟是想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此次朝廷招安毫无诚意，他们是怕我们招安之后再起祸端。哥哥英明，明白兄弟们的意思。此次诏书里暗藏杀机，左一句贼寇，右一句逃灭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受了招安，不被重用失效，引来杀身之祸是大呀。自古出师须有名，朝廷这样对待我梁山坡，本来是我们战力，可是撕毁诏书反倒让朝廷出师有名。军师里面请。来，请坐。哎呀，朝中奸臣当道，天下百姓尽知。我们不去攻城略地的造反，他们却反而来攻，这叫什么道理？现在不去计较这些了，目前当务之急是全力做好准备，务必做到万无一失，迎战官军。哥哥，我觉得梁山虽有800里水泊做屏障，但也应当拒敌门外，让他们尝尽苦头。
启禀大哥，戴院长从东京回来了。快快有请。是。哥哥，军师。啊，戴院长，京城有什么消息？公孙先生在京城探听到重要消息。哦，快快坐下。好。公孙先生说，朝廷派童贯为大元帅，钦点东京管辖八路军马，各起兵一万，又派御林军中20000军马守护中军，共是100000军马，顷刻就要奔我梁山坡而来。看来此番必是一场恶战，我们必须靠这场仗扬我梁山威名，也让朝廷看看我等并非草芥人马。戴院长，速传我命令，命各寨头领速到忠义堂议事。得令。钟家兄弟，朝廷遣奸臣童贯统数十员大将，亲领100000大军来征讨我梁山坡。我梁山兵少马少，甲胄不全，绝无援兵，但此战只能胜不能败，若要做好汉先自强，只有打败尔等，我等说话人家才能听。众家兄弟，此战可能胜。胜胜胜胜，可能胜。胜胜胜。如此，童贯狗贼100000大军随兵强马壮，又何足道？同心协力，大败童贯。同心协力，大败童贯。哎呦，嘿，咱家哥哥和军师都是够麻烦的，要是一拉鞍铁牛啊，直接砍杀过去，早把他们的人头砍得满地滚不就是了，还弄个什么计策，这打也不让打，打了还不让赢，这叫什么打仗啊？哥哥，人家10万军马，难道你把他们脑袋一个个都砍掉吗？我不是还有那帮兄弟的吗？你也知道打仗要靠兄弟们呢，大哥就让张亲兄弟边打边跑，引着童贯大军到我们部下的天罗地网来，然后兄弟们全都杀出去，把他的大军分成几个段，最后各个击破。启禀元帅，前方看到一哨人马，可曾看清他们是些什么人马？只见大旗上写道：“巡哨都头领莫羽剑张清。”元帅，此人乃梁山八虎骑先锋使其中之一，善使暗器，打得一手好狮子。果然是一群穷贼草寇，连使暗器也只能把玩一些石子。他们有多少人马？约有100-100人。毕将军。在，你提一支人马前去迎敌，我督大军人马随后便到。你先小胜这战，等我们一鼓作气踏平梁山。
遵令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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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，此阵如何？元帅，那只是敌人的哨探，并未直接进攻，便逃走了。逃走了？那你为什么不去追？一直追下去，恐怕有埋伏啊！哼，弹丸之地，即便中了埋伏，又当如何？你身为大将，贪生怕死，贻误战纪，该当何罪？属下，敌人据此已久，占尽地利，我军刚到这里，略显疲惫，需要慢慢出战，以此战法来迎敌。一派胡言！我统领天兵十万，数百员大将在此，区区几个草寇毛贼能算得了什么？今后再有贻误战机，穷寇不追者，一律军法从事。报！报！启禀元帅，张青的人马又杀回来了。来得正好，布阵迎敌。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护卫粮草起火了！是什么人胆敢放火烧我粮草？看不清来人长相，只见大旗上写着玉麒麟卢俊义。不过是本官手下从前的一个无名小卒，也敢来送死。可以收紧罗网了。好。邓院长，向各寨头领发号施令。是。令即动。哥哥，我们走。好，今日让俺铁牛杀个痛快吧！杀出两路步兵，直冲我中军。元帅，是不是我们要回兵啊？大胆！我大军怎能轻易回兵？元帅，末将带兵抵挡，不必担心。好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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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师在此处观战，我亲自带领将士们前去迎敌。哥哥尽管去战，万事小心。撤，撤。虎将何在？大刀关胜在，豹子头林冲在，双鞭胡延灼在，敌人我秦明在，莫一剑张清越王。好，擂鼓助威。Yeah!
去。现在总算上了官道，关官心里也放心了一些。这一路上多亏二位将军力保啊。属相啊，这里仍然不安全，我们还需加紧前行啊。好吧。关官这次怎么这么倒霉啊。驾驾